咱们何时淡定过啊？我们一直都不淡定过啊，确实。对。啊，我们到今天，你看我们现在眼镜都要服了，怎么能不淡定，对吧？对。啊，说真的，咱们多苦逼，你知道吗？对吧？还有，我现在特别喜欢看这他们那个观众的弹屏呢，对吧？对，为什么好像、不看到弹屏我特开心的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把我们想说话全都说了。对，这还真是这样。好的，这话说得好。逗他三，你刚才这样好吗？你这样说的。哎呀，其实那个什么，你们要知道一点呢，这个哇，这么快要做什么？你们要知道，我们一开始说过了，哎，也有人。我看着这个没有，因为我就感觉好奇怪。我是白的，看到没有？口罩都白的，有没有？那个白的好，应该是这样说、哎。别这样，那个，其实我们很苦逼的，你知道吗？那有多苦逼？咱们其实做大家希望解说嘛，说好的，那个魔道洗手了啊、一个叉叉啊、不，一个普通攻击，对，三条啊、拿个盾轴啊、什么讲了一大堆，对吧？对。但是那个啊，但这个怎么说呢？咱们这个是游戏节目啊，娱乐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娱乐嘛。咱们就牺牲了咱们的色相啊、声相、各种的形象啊，就是为大家开心，逗您一乐，对不对？没事，那个卡卡东戴个口罩，各种形象都有。啊、这个仍然保持在这世界上。那个必须要说了，然后戴口罩，我戴口罩是被我们的 boss 逼的。你要知道，咱们两个穷逼的那个打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不听 boss 的命令的话，那个咱们怎么活？对，你看我们小冉趁 boss 不在戴了一次口罩，第二天。被 boss 抓进去，对吧？然后丢到那个小屋黑屋里面，然后跟两个妹子关在一块。你能不能换一点好的解释？跟两个伪娘关在一块。那个，然后关一块之后，然后我们的小冉，对吧？就被责令你不准戴口罩了，对吧？所以说我们小冉，即使他怎么被。他怎么被黑啊、怎么演成怎么 CD 对吧，然后我一看他、怎么红，他都依然坚持着不戴口罩，对吗？哇、你看、真的是不，这个我不会那么说，不是这样。那个什么啊、你们要知道我戴口罩老板的命令啊，对吧？其实你们看那个我也是很无奈，虽然老板对吧找我取名叫卡卡东啊、卡卡东，那卡卡东不戴口罩还是卡卡吗？那个可以当是吧？那个对吧？你们有见你们什么时候见卡卡西把口罩摘下来了啊？对吧？那卡卡东啊还是不摘。那我叫你卡东吧。啊，行，好的。那个，哎呀，有人说要给导播妹子一个镜头啊，你怎么看？给导播妹子一个镜头啊？对，你怎么看？这个我这看不了啊。没关系啊，大家不用纠结。哎呀，等到那个。咱们嘛，那个我们的单子特多啊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我们那个什么说，我们导播妹子会经常出现的，但是咱们的美女主持嘛，对不对啊？会在下次的赛事跟大家见面，对对吧？至于下次赛事什么时候啊，请去问 M 哥哥，对吧？好，那个咱们说了这么多，哎呀，有没有选手准备好了没有？对，哦，就是说咱们的流氓啊，进入了半决赛。那看我们的第二场半决赛选手，然后那个选手资料出来啊，目中无人观察，哎，魔道烽火连天不重要，重要我们请念，我这将是我独的天下。等会我再念吧。霸气外露是吧？是，好的，挺霸气的。欢迎收看动手大赛的第二次半决赛。好的，下一个资料啊，小峰峰，小峰峰，魔道烽火连天也不重要，更不重要，这将是我独的天下。啊，黑衣人啊，保佑我们。对吧？保佑那个什么呢？对吧？对，其实咱们那个啊，小冉，你跟我什么关系啊？好基友关系啊。还有呢？同事关系。还有呢？还有什么？啊，你确定吗？你为什么跟我睡了两天？就是好基友关系嘛。啊，你确定吗？啊，可以这么理解，但是不是？一块儿嘛，是吧？啊，那个什么啊、再这么说，对吧？小冉啊，跟我俩，跟着我，我们咱们睡了两天，对吧？然后明天开始，周三啊，我要跟妹子睡两天。你要这么说啊？为什么呢？我的任务就是要跟你睡过之后，再跟妹子睡过，对吧？睡完之后，这两位都成才了啊，然后我就可以滚了，对吧？不能忍。哎呀，这个什么啊？其实大家都知道啊，那个。可能有听过，还有那个 M 爆料过，对吧？
小冉是怎么出现的啊？其实呢，本来呢，我是不需要跟他睡两天的，那就是因为咱们玩家太可爱了，可爱到咱们的那位主持人，哎呀，都天灾人祸去了啊，对吧？哎、你这个不要说那么严重，天灾人祸、啊，这个大家自己意会就好了啊。有些那个老玩家啊，就是比较资深玩家都会懂的这些东西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咱们的那个小狼啊，就那个时候跟我两个睡在一块了，对吧？这个是没办法的办法啊，对吧？你看这个，但是为什么说那个怎么说？为什么说我是这样出现的呢？就是没办法 ，boss 需求嘛，对吧？天知道那天回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小狼的出现，我手脚都冰凉了。他妹妹要我跟男人睡两天，对吧？你都不能忍，对吧？这可恶！好了，我这边要说句，那个明天开始跟妹子睡两天之后啊、我修成正果了，然后我呢就要去韩国，那个干嘛去就不讲了啊，这样啊？你干嘛不说去东京呢、啊？东京就不行了，去东京的话，等一下人家跟我说一句什么，观众他们跟我说卡通，对吧？你去东京嘛，对吧？弘扬咱们国人精神啊、见到一个日本妹子就要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没想我插什么人玩是吧？不能这样子的，对吧？然后我就算救国旗面嘛，对啊，我就算存储量再多啊、也经不起那么多轮番上阵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的五叉叉啊，叉叉叉都够大家那个满足了，我就不奉献了，是吧？这是可以理解，对吧？要不行，好了，那好了，那说什么呢？然后我看到这些评论，我就觉得我那个我已经不是说我想这样子弄啊，而是什么那个咱们的选手啊，对，真的是他们是那个真的是什么呢？他们是需要准备，毕竟半决赛了，对吧？他们很慎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说我们只能等他们准备好了才能切过去，对吧？我说我们只能不断的去讲这些让大家啊吐槽了 啊黑的话，对不对？对，刚才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什么咱们在看评论的时候，那个咱们导播们已经把那个画面是吧，那个切下来然后发给了我看。这个准备是要做张海报贴到咱们公司的那边是吗？哎呀，其实大家知道，确实越到决赛，越到半决赛决赛的时候嘛，对吧？咱们选手越要越多一个准备时间，对对吧？真的是很无奈。我又刚才看到那种不该看的画面。不是我们想说，对，而是我没有办法，对吧？我们为了选手创造他们准备的时间，为给我们导播创造更加优质的一个条件，对，对吧？升级条件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只能在这不断的讲。其实我们也是很郁闷的，有这个时间还不如找美工妹子，帮他那个性别为难的朋友帮他踹掉，然后跟美工妹子进行这些一些私密的事情，多好呢，对不对？可以是吧？那个，如果再有时间的话，咱们再去。哎，好的，好。那多了也不说啊、咱们那个选手好像也准备的差不多了。对对，咱们进入今天第二场的半决赛。半决赛。好的，大家看到我们的红帆啊，小芬芬，小哥盖啊，我们的蓝帆，目中无人，光彩啊，这将是我族的天下，对，两族人的天下。好的，欢迎收看那个那个什么什么赛啊、的第二场半决赛，什么什么的赛。好的，好，那我们光彩会不会来个那个竞速？对，好的，那个是破纪录吗？八件事故，求一败。对。只求一败，啊、其他不求。好，我棺材起手了。好，棺材终于起手成功了。对啊，刷图的节奏啊，那个刷图的节奏，这是刷地魔兽吗？哎呀，你看这时候卖萌了，国外卖到差点就被打到了。你看，这简直是，哎呦，这卡在那吗？然后掉线吗？这是卡吗？也不对啊。这个情况不管，让他们继续。对啊，让他们继续。他们这个商量好了卖萌，反正都是我族天下，无所谓。就算打到我，还有动。还有动手是吧？还有定魔兽，对，那个什么，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个魔星之矛是吧？可各种救命啊！反正都可以被轮。对对，这么多可以被轮。然后你看定魔兽尸骨无存了。被轮到。你想那么理解啊？打了两阵的那个无节操解说，请大家那个四大那个避雷针对吧？对，咱们只为大家创造娱乐。对，只是娱乐。
现在娱乐还是娱乐，哎呦，你看这个豆豆变得只为娱乐不为其他，大家知道就好。对，我现在激动浑身是汗呐、啊。对，那个简直不能忍了、啊。那个是冒，请问是冒热的还是冷的？我现在冒热汗了，对吧？热气腾腾的。然后怎么就冷了吧？哎呀，这个段走果然漂亮，再差破。断在顺走也没有用了啊！但小盖盖你要加油啊！好的，小胖子，看你怎么打啊！哎呀，你看这个圆环棍也是没有用下，啊，还没用。对，好，这个也是，你看这个插枪，哎，这个睡着了，不，这两个招了，融合在一块，融合一块了是吧？好，啊、这个魔性漂亮。好的，看，你不要那样子好吗？这样让我们观众怎么看？啊，没事，观众听我们。好吧，我能理解你的感受。没事，咱们很激动，激动到这里不能把持自己了。对，这个肺活量啊，是吧？咱们最近也是有去练、啊、有练习是吧？跑跑步啊什么之类的都有。已经一半了，对不对？都哎呀，这个都还半血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这拐弯了。再扯起来，漂亮！你看，哎，顶得非常 nice。好的，哇、哦！这回瓦流棍啊，段泽果然刚才那个神意识，对，神意识，意识太神了。好的，同步，同步了，那个思想同步了啊，对，果然对，应该说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好的，插针了，天魔之宝、啊，睡着了 ，nice， 没事，就睡了一下而已。对，那个不妨可以多再睡一下，是吧？好的，心魔没扯到啊，对，魔心啊，大家不要再想细节了，咱故意的，对。好，我操！一定要这么理解。好，那个你看，你看这个，啊，这两分钟，好，又睡着了，再查。天魔之手，你看这回睡着了，倒地，没事，这个你要走了吗？哦，啊、这个跳起来碰没有成功。哎呀，这思想又同步了，被杀了。对，这思想又同步了是吧？心有灵犀。主要是我昨天下就是不一样，对，那个我的家族是吧，技能都一样是吧，只靠拼基础，谁来那个夺王位啊？果然霸气外露啊、太激动了，高端霸气家族啊，你看你能忍吗？对，咱们那个什么性别为难的朋友是吧，也是那个、啊、对吧？他是那个没持久力的人，像我们一夜骑士都没有你，啊，你要这么理解吗？你看说着说着棺材就真贵了，对啊，他还被我们的那个对震到了是吗？对，好给力，太给力了啊、不能忍啊、霸气外露哦，还加了那个一万多经验，那个脑子上那个是吧？哎，这个应该是我们 M 哥哥对吧？对，怎么棺材一辈子后 M 哥哥就攒经验了呢？那是难道是送人头送分、啊？他们之间有激情吗？那种送吗？他们有激情吗？没激情也有感情啊！啊，不好讲啊，好。欢迎收看半决赛的第二场。对，半决赛我们小叉叉一比零领先。对，小叉叉一比零领先。观察，你敢给我们竞速一下吗？求竞速好吗？啊，观察果然化身影杖啊、神法啊，不过已经消失了，已经不见了。难道今天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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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？好，别走了，你走了。再，哎呀啊，再又还要拐弯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不错啊！果然顿走的真的是漂亮，肯定是顿走没错。果然啊，不会顿走大赛。哈，哎，这个还顶了一下，你看，没事，没顿走。人牙，好，这个又再顶。刚不是顿走，你误导我，怎么可以？怎么不可以？你那就吐槽吧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这时候你看，小子，你看，就这么淡定，这太给力了。果然，小子就是给力啊 ，nice。然后这边这时候被我们手扯了一下。再查吧，不查了。好，这时候你看那个，好、啊，那个又吸魔术啊，魔吸。哎呀，你看，再拐弯、啊，再拐弯，再拐弯。好，这个顶的漂亮。会搭招吗？会有盾走吗？我有期待盾走出现。我期待的是吧？他的天魔之手还能连续一套，果然。呀、啊，好疼啊！漂亮，这果然是疼啊！再被咬了。哇、啊，你看这个疼，他好痛呢。好。这时候动不了，飞出来了，没飞出来了，必须倒地，秀激情，对，那个各种秀恩爱，好一个盾，不过卖萌，保护一下自己，哎，啊，他插歪了，这个，那也被你叫为射歪了，你呢？那个再好听一点的解释吗？好，这个动作不理智，啊，对，这个没事，那个血被撞了，没事，高流血。那个、血都出来了，像爆声一样，哎呦，好、这个、不能耐心。
对，那张好的断头吗？有断头吗？没断头了，天魔是谁吗？应该带走了。好的，恭喜棺材一比一扳回城，恭喜棺材。对，我差点要说成恭喜发财了。在棺材里发财吗？可以这么理解啊，不错啊，还是很激情的，对吧？对。第一集的时候泄了啊，这个是什么泄？是射了还是泄？你要怎么理解？那就擦了吧。啊啊，他是说那个感谢对方没有趁人之危。对，确实啊，都是我做天下，选手之间也是相互很友好，对吧？那个好基友果然是永远一辈子要打的，没有节操啊。对，那个关键我特别想说，这场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看一下那个风云直播上面大家的评论啊，确实。怎么说呢？很有趣、啊。对啊，我们看了很开心啊。这才是那个是吧？对吧？生活能让大家黑，能让大家吐槽，能让大家开心娱乐，对吧？我们也很乐意，这说明什么？我们就娱乐，对吧？对，那个如果说没有娱乐进程的话，咱们也不会坐在这边，对吧？那是吧？各种的是吧？特色系列。对，咱们可不是高大上的那个央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样的话那个太专业了。咱们就不会说让你看到新闻联播，对吧？看出来都是每天都一样的，对吧？对，那样每天都一样的。咱们就看什么？看那个各种吐槽，哎，让你欢乐就好，让你那个工作之余周末开心就行。欢乐多多是吧？好的，欢乐到我们观察已经没血了。好，对，你看那时候好，我们小三哥还是满血。好，那继续擦。好，那动作没有好吗？好，那就被下面打了一下。哎呀，你看他飞的正理智，然后再顶回去了。满血带走吗？好，那么满血带走。擦，哎。3分51秒，这个是车窝第三个记录，对，第三个记录，虽然没有超越，但是不错啊，2比1。但是你要想一下对手是谁啊？是棺材是吧？啊，棺材嘛，哎呀，其实我想要棺材、李有才会不会以后打决季军战？他们互相竞速吗？那个季军都是他们才加的吗？哎，无所谓啊，反正都是那个魔道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我族天下。各种天下，好的，摸一摸啊，看场那个抓机会他没抓到，对，这个是示威，互相示威啊，果然很凶呢。好，棺材被揍了一下，好，这时候用那个旋转打一下，啊，没关系，无所谓，让你揍啊，哥血多，血多不是重点，啊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他们现在那个什么，难道要2比2吗？我觉得我们应该抛弃1413啊，不对。我们应该让他们相投并进，对吧？对，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今天1113跟我们的棺材都愤怒了，是吧？对，现在是愤怒的小鸟啊，好愤怒啊，简直不能忍啊！我现在这话已经经常讲，对，已经讲到大家已经听都不爱听了，都腻了啊，不好说，很难讲了，好激动啊，激动无比。那他说，你要应该说好开心啊，是吧？妈妈说，终于能吃成长快乐了。AD 钢铁在哪里啊？好了，棺材，你要不要吃一个脑白金来补一下？看到对方，你那样讲，不要这样太黑了。那个，你看，这时候棺材背起手，你还睡着了。好的，我看到我们风云直播又开始那个霸气的那个进行了。对，果然风云直播就是屌啊。对，好，那个，就是这个两个技能按不出来，人在那边那个各种发抖。好的，好开心啊，看这个比赛。对。看我棺材已经掉半血了，形势不容乐观。你觉得这个棺材有可能会逆天吗？好，不好说，很难讲呐。真的是啊。好的。华哥，你要不你现身一下，帮一下棺材一把吧？可以有是吧？华哥，赶紧把华哥请进来。这个被插。这时候没旋盾啊，不，刚才没插好旋盾。好，那插天魔之手把续回来。好，这时候天魔之手没效果。棺材血不对啊。对啊，血不对，你的再走呢？再。悲剧了，你会挂了，真挂的。你看现在你敢翻盘吗？第一的，你敢翻盘吗？求翻盘！难道我们的光盘要交在半决赛？哎呀，这个旋转顶了一下，真的是 nice， 这好意思。好的，很漂亮。对，你看，就你看棺材进来，处于那种紧张状态。好，背负累了，悬念呐。好，再多一小分。好，3比1战胜棺材，进入决赛。果然